三十几度嘅深圳，哇，真系不得了！即系如果我系你咧，我宁愿留喺屋企嘅。咩嗰啲咩大鱼大肉啊，嗰啲放埋一边先啦，啲私人恩怨，因为真系冇乜胃口。食甜品啦，好嘛？甜品先至可以解决而家呢个状态。走。哎。 凉糕，咁啊感觉就系可能就系食完嗰啲火锅之后嘅嗰啲凉粉。我见佢嗰啲造型好似蝌蚪啊。蝌蚪啊，但起码广州冇嘅呢样嘢，好少。深圳都好少。深圳都好少，揾咗好耐咧，呢个煲题。点样符合你嘅身份呢样嘢？呢样要特别。啊，special。辛苦你咯，揾咗咁耐，呢啲好嘢，好嘢。哎呀，空调啊，正，咁啊。 凉糕是经典的，梗系好食啦！梗系好食，点啊，小朋友？好滑哦！即牛油蛋挞都冇咁滑系嘛？系啊。平时中意点样搭配咧？芒果啊，芒果好食。你唔得闲嘅，今日你唔使翻工咩？我有冇得放假啊？即系凉糕是哪一个地方的？四川的。四川的。凉虾是怎么回事？凉虾它是一颗一颗的小虾的形状。小虾形状。 colourful 啲啊，或者 lovely 啲嘅，或者粒粒啲嘅。咁但系咧，要试一次最传统嗰啲一只，就系白色嘅一撇一撇咁样样嘅凉糕。跟住阿服务员小姐咧，佢话：哦，呢啲唔可以放太耐嘅，两日咧我哋就要调噶啦，好得意啊！淡淡地嘅，即系你唔加红糖嘅话咧，真系冇乜特殊嘅味道，但系。 你揾條脷一擠壓一佢嘅話咧，你又feel到係有少少米漿啊嗰種嘅粒狀嘅嗰種狀態，佢真係幾滑。但係佢滑得嚟咧，因為佢係真係米漿嗰種，佢裏邊嗰啲微細嘅顆粒係少少鞋嘅。嗱，試下呢一款啦，呢一款其實我都好，我個人都幾中意呢個會再細緻同埋圓滑少少嗰種感覺。即係如果要俾我揀咧，我中意食呢個多啲，即係起碼呢一個會更加，因為佢 疏散啊，佢滗起身嘅話咧，個糖漿咧會多少少。呢一個嘅話咧，滗起身嘅糖漿咧，未必入到佢裏邊，未必入到佢佢裏邊嘅位置，所以甜味呢個會濃少少嘅。嗯嗯。嗱，食完兩個紅糖咧，而家呢個係水果再加椰奶，呢個唔使諗啦，一定係好滑滑地，係啦，呢種嘢絕對係更新咗嘅。 呢種口感更加熱，哇正啊！我中意食呢種得意啲。涼糕同涼蝦，你中意涼蝦？嗯。包剪揼，包剪揼。 即係咬落去第一啖，哇，好香啊！甜甜地、辣辣地，仲有啲香料嘅味道，唔覺得要喎，唔會話係好核突，唔會話想嘔嘅，想食係好食，突然間，但係後屘啲辣椒嘣一聲就出曬嚟，跟住我就慘啦，辣啦，想揾啲涼嘢食，跟住再過一陣，好似冇事嗰種狀態，拗痕啊要，因為你嗰嚿涼糕係冇味嚟嘅，冇味噶嘛，加乜嘢？ 加乜嘢味？双核是一个正版的。双核，那么它这个跟我们刚刚我们吃完火锅吃的那个冰粉是一样的。冰粉的话，它是拿粉冲的，这个是拿米磨浆做的，比那个冰粉复杂，因为它是要在那个大灶里面做的，不是在这边做的，这边做不了。哦，这边做不了，是在其他工厂加工的。是在我们那边。不同那边。 呢度附近都幾個大型嘅樓盤嘅，係居民區嚟嘅，所以都比較合適咧，即係天時暑熱嘅情況之下咧，過嚟呢一度打下機啊、歇下、食翻碗涼糕啊、解下暑啊，最緊要裏邊咧佢兩部大空調吹得幾涼爽嘅嗰種狀態。好啦，呢度係品城記，都希望大家喺每一個平台咧都可以點擊下關注下我哋下次嘅新節目，大家就唔會錯過噶啦。